黄叔，想我了吗？好啊，黄叔还想跑到哪儿去？君灵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，黄叔不知道吗？他到底哪里比我好？这里还进去过？你无耻！我还有更无耻的，黄叔要不要尝一下？放开我！君灵，你别这样，不行！别哪样啊？黄叔真坏，是这样吗？还是这样？你。